启示录第三章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你要警醒，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因我见你的行为，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，怎样听见的，又要遵守，并要悔改。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，如同贼一样。我几时临到，你也绝不能知道。然而在撒迪，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看啊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话的。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，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，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。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，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，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，那位阿门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。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。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
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